就完了。先看一下，先看一下。好，就是要叫我。在7月4号到13号呢，在桃园展演中心进行的这个桃园国际动漫大展，是的，今天呢抢先先来玩游戏，到时候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展览期间呢都可以来这边体验到这个游戏，就是密室脱逃。哇，好刺激，好刺激，超厉害的。你是有密闭恐惧症吗？但是我就是会有密闭恐惧症。我有密闭恐惧症，所以啊，他就很危险。对，我想说，因为你会很恐慌，然后你就会急中生智。他就哦，这样不用急中生智，我就破门而出。不能这样啊！不能这样啊！不能这样啊！要破坏人家的那个设施，好不好？要用 IQ 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啦，对，可以啊，我急中生智。你有秘密恐惧症，为什么要接这个通告？哎，我觉得你这胖子干嘛接这通告嘞？看人家穿这样，啊对啊，这才是敬业的态度，好不好？你那什么东西？好，来，先玩一下。来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暑假到了，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吗？今天就有怀秋斯林、邻居 Circus 的 Key 的伊森，以及小优和超界的凯莉，带大家来桃园国际动漫大展走跳走跳。其中风靡台日两地的真人密室逃脱游戏，抢先让完全娱乐来体验。怀秋斯林分组 PK 对决，谁能获胜？挑选队员可是相当重要。有，我已经准备好，而且这个我准备好，为什么要播在这里呀？我已经准备好，然后就等下问一下。蛮在啊！我小时候喜欢看柯南，然后放前面应该就是小 case。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一下，我是有大学毕业的，我是有拿到文凭的。谁？我们都还没欢迎你来第一次讲实话，我怕你们略过我。然后我前一阵子才刚测智商，也是 M 的智商，130几。哦，哇，你这么厉害！我们欢迎 Kid 医生。那你先解释一下，这个密室逃脱的，因为那就是一个密室啊，那个小精致这个密室，然后还要一直逃脱。解释错了，我来解释，我来解释。因为它这个密室是天花板会慢慢的压下来，那如果你们有小右的话，它会就比较不会卡太下面。对，它就到一半的时候就把那个天花板挡住，我们就在下面继续做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我胖，不是我，就是你知道身材好。你想太多了，这是够壮的，没错。欢迎最后一位有密闭恐惧症的，记得。非常没有说服力。对啊，你有恐惧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玩什么游戏，你们都觉得我没有说服力。但是夜市大波，我获胜者谁？我呢？是纳豆那么烂，训咖。但是你这是赢的，其实蛮厉害的。对对对，狂吃啊，然后那个泡泡的大家摔啊，对，这个是要靠运动赛。没错，一般那种世俗他们都会脑充血，但是我是会很清醒的，就是会知道说我现在玩游戏。真的吗？你智力真的很好吗？智商，智商，好，我99才发表啊，98，78。好的，你们懂的吧？他充分的为各位展现了他的幽闭恐惧症等一下会发挥的威力。现在马上要进行，你来呀，你来一次啊，你来一次啊，你来一次，你来一次啊！来来，99才发表啊，87、56，战斗力，斯林选了 Kid 和凯莉率先闯关，怀秋则与伊森和小优一组。由游戏设计者 Taco 亲自为他们铐上手铐后，善用观察和逻辑推理的密室逃脱，限时8分钟，谁能成功 ？Start！ 哎，开始 ，OK， 先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球算出来，然后看它这边是有几个，几个，然后太多了啦，先算，给我，哎，2个，3个，你先去找别的线索，我们这个负责含油药的最大。哇塞！要的。天哪，是中文吗？哎，不要找十六，十六。好，找到，好，好，在这。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。1、2、3。不是。这会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要死丢的那边。过了1分钟啦！啊，太快了吧！长。26。26被藏起来了吧？好，那就是2分钟。不见了。帮主绿色。什么意思？我再找下来。对。然后有东西吗？对。基本的。正确的右手。
好一点，算三下。你帮我算一下绿色球。死光灯要干嘛？死光灯照一下，照一下。照吗？这个写什么？上面写正确的钥匙解锁对付，藏起来。这应该是密码嘛？对。然后它旁边另外一个箱子有这个，刚照过箱子里面。真的吗？箱子里面没有。桌子底下，有这么聪明？这边来这个数字，真的6 6 6 3。哎，我照看到，所以密码是这个4。你们这边都是哎？不是4，然后这个是指这个类似4 2。哦，对。好嘞。你好聪明哦。8 4 5，那边密码4 2。这应该是手铐。的天花板让司令队慌了起来，虽然已经顺利打开保险箱，不过逐渐产生的压迫感能让他们继续保持冷静解谜吗？协商是看字的方向吗？药师哎，对，看先这样是汤吗？不是汤，就是第一个我要被压死了，不要这样子。第一个字是这边药，药什么中间的下面吗？药肠是吗？我先都试一试。这大师超帮你试。我知道，钥匙是蓝色，中，最大只的。就大师，上当出现了吗？成绩是几分钟？没想到司令队只花了5分钟，让后宫的环球队压力不小，错了一单。究竟环球队能否成功逃脱，并超越司令队的时间赢得胜利呢？我们回来超精彩的密室脱逃 PK， 千万别错过。